哦，这是光学设备，这是光学设备，对。那么应该说，到目前这个主伞只要可靠的打开，对这次的安全返回就是奠定了基础。神探九号到，通报飞船工况及身体感觉情况。神探九号明白，保存。报告。两公里左右的这个时间，对。 那么整个回收系统到目前为止呢，就剩后面就是着陆反推这个环节，还有这个手动拖伞的这个控制环节。对，应该是马上就着陆，马上着陆。拖伞是手动的，但是这个我们会给宇航员发一个这个。